什么全国能不能解封，就是这样的哦。本来就不预期6月28号会三级降二级的解封这件事情哦。我也觉得这个是个很难的题目，这绝对不是台北市的问题，这是也不是双北的问题，这是全台湾到底要怎么处理。我想这个对中央来讲也是个难题啊。我也知道大家可能考量在防疫跟经济的冲击底下，到底要不要速度的做好为解封。我在这里也特别再度的建议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对新北市是没有这个条件的。当然现在防疫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作，也是本市重要的市政工作项目之一，但是其他可能发生的灾情我们也不要疏忽。可能在北部地区还是要能够更了解当地流行的一些状况，也许会是比较好。这样的话对于高雄市要来判断说要不要所谓的微解封来讲，我们才会比较有所依据。我们今天还是维持三级警戒哈，我们维持到7月12号。那原来警戒的事项都跟原来一样。那最主要就是说，整体的趋势虽然在这段时间已经有一些改善，但是并没有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要求，所以在继续2个礼拜，大家再忍耐，那大家一起努力，希望能够在7月12号之后能够达到比较平稳，越长防疫疲劳就越多。但是现在这些相关工位的措施到目前来讲还没有失效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讲，但是呢我相信就会再久大家就会稍微松懈，所以我要特别呼吁大家共同忍耐，那把口罩戴好。大家有人讲我每次讲这好像很多说一直重复，但这是就是要讲100遍的了就是把口罩戴好，那清消手洗好，保持社交距离，随时提高警觉，那减少外出，减少群聚，这些都是要大家一起来做，就会发挥它一定的效果。